原标题：二战布拉格战役后，苏联红军与捷克人同欢，抱起孩子一副亲民形象。布拉格战役是1945年5月6日至1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乌克兰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为何维和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军集团和解放捷首都布拉格而实施了一次进攻战役，也是欧洲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战役。展开全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